我两个马鞍可以骑吗？可以耶。可以骑啊。正在加入世界是怎样啊？我弱吗？他刚刚，我的龙放生我，他把我丢下来。他不能飞很高啊。不是，我在空中呢。哎，哎呀，我骑在楼上哎，怎么能 TP 我啊？水龙、火龙，那是你的，右边的。哎呀，少一只。你有一只在天上。天上。哎、欸，爱德在这边。我不知道。我就种田种一种，然后发现、靠腰总有一只东西飞起来，靠，总是你的龙。干，火龙会发光，好屌、啊！亮亮的。其实有一次也会。干什么？我自己飞下去了。哎，我操！我就说他们很任性哦。对啊。我操！啊，苦力怕，少一只哎！一二三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都在，我的宝宝们，你要不要？会爆炸啊？怎么啊？它会爆炸啊！我打你就会爆。我在底下。我爆了，在旁边。我把这个水草都打掉，超黏！干，这只龙是哪？算了，你打我一下，打我，我打你一下。干！我操！我打你一下。你们听起来怎么那么嗨啊？我打你一下，你确定了？你确定吗？等一下，红哥，你确定你要打，你要让他打你一下吗？我威力没打到，还好啊，威力没很大啦。对啊，顶多半条血不见这样。刚刚是炸你是四只嘞。我靠！弹太高了吧？不是，他炸你才一下而已，还扣一颗星呢，用手会飞那么远。大小，大小，大小，等一下这边是怎样？怎样？我这边有四条龙。啊？绿色的。应该不会打我。你在哪里？你坐标给我好吗？进去给我好了。可是我这边有龙，我龙会传过来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负2000，然后负1700。那个，你那个拿斧头那个的那个模组型，哦，里面的生物，那个，这攻击吗？这攻击吗？他怎么咬我？我记得这个龙座脚像两种版本，一个是可以那个。可以那个喷火的啊，这个模组好像不行。不是，我刚我的龙不受控。你先走，不要再打他们了。这是我活的。有兔子啊，我看到兔子，可是我看到右边有一种棍。哎呦，地狱门。你来我这边，你哪里啊？我看到。他是啥城堡呢？嘿，嘿，看他把我卷起来。他是啥城堡呢？咬他！后面还有啊，后面有个蓝色的。我的这是虫。大蜥蜴找小进小蜥蜴啊。这边有大虫。你别过来。这龙攻击就要用那个手剑。有蛇！地上有蛇。是。
蛇岛啊，不是那个蛇有阴影啊，因为上次被咬一口直接快死掉。哎、欸，他帮我捐钱，他帮我捐钱，他帮我捐钱。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啊，我都捐起来的部分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他没有八十滴血啊？玩一下，玩一下。哦哟，这样比你的龙还多，你觉得很不爽是不是？对啊。他掉一个快爆了强力二的木工。哎、欸、呀，你看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酷哦！一栋山长在房一栋房子长在山上哎，一栋山长在房子上，那个房子有多大？一栋房子长在山上。哎、欸，我的龙！那我现在可以TP你吗？可以。好。哦呦，我感觉好像真的很帅。这是神职人员的家，被他血超多的。还恢复，那你先删了。哦，我找到村庄了，第二个村庄，我、哦、是飞系村庄哎，我直接踢过去，失败。远处，那什么，罗马竞技场，我操，三小，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你没怪很多，直接干，管他的，不是你们全部弓箭手。也不是这个洞，这个东西那么大洞，然后上面有一条龙停在上面。我们从这门杀进去。我等你啊。不是，怪全部都在下面靠腰。哎、欸，等下，任务书有一个是要打这个东西。那真的，把这个攻略推解任务。那中间是怎样？我操！这种超大业配，这是会射弓啊！哎、欸，我飞起来！啊！我去把我龙打召出来啊！射死！哦，降落！射死！降落！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枯弓起超火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吗？懂了，啊！啊，干！打他！我射到你了！是啊，我干！哎、欸，他东西是死不了。还是给我传火。然后这都给我挖掉了。呀，这洞那么大洞那么帅，然后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？我觉得应该是那条龙上面的那条东西上面应该有很屌的东西。OK 啊。为什么每次食鱼都是残血状态啊？因为我没有食物吃了。我想死一下，对啊。那小王不是很多食物吗？啊，原来有嘛，还有没有食物？我去搬我最自豪的食物给。草莓吗？那你怎么知道？你好厉害啊！我帮你搜刮一圈了、啊。我操，这地板怎么回事？都是草莓啊！草莓，都是草莓啊！我操，牛逼！怎么没有食物？这边有好几组的草莓呢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全部长满。哎、欸，我有冰块。我也有啊，那边打冰块就有了，就可以吃、欸。